周末同朋友去了一间同行的茶楼喝茶，落了单之后很快的点心就送到你，味道又不错，价钱又不贵。今次喝茶我们平均消费每人45元，今餐经济实惠，性价比高，朋友都很喜欢这间喝茶，打算迟下同家人再来喝过。有些觉得手震的，即是拎得高，好像手又会震一下，我头后会手震啊。